哎，等一下，兔子救我！不要，不要！你在哪里呀？等一下，我这里也不太行。他弄得我心理压力很大，而且为什么你死掉是都完全不叫的啊？你这样有个恐怖的哎。他很冷静哎，他放在还是死了？对啊，不是啊，你现在玩游戏都没有情绪反应，这样到底开台要干嘛？你试一下玩就好啦。好啊，扯哎啊，不然这样观众到底是要看什么啊？我去找你找我的东西啊。哎，对啊，可是你知道你有办法飘回去你死掉的地方？我快飘到了。哎，他是在攻击我吗？是哦。对哦，还两只哦。小心。哦，烦欸，这边要怎么过去啦？对啊，岩浆。中间这边有岩浆吗？有。可是其实还好，还好。稍微填一下。垃圾人欸，这个 Eoi 真的很烦。先往下，先往下，先这边，这边还好，这边还好。怎样啦？剩下岩浆桶跟煤炭和铁鞋怎么玩啊？那你就在这边生存啦。屁嘞，真的什么都没了，这个怎么办呢、啊？我也没有带黄金欸，我啊！不玩了啊！哦，早知道今天不要回来开台了。不是，这种东西怎么玩呢、啊？哎、欸，有啦，兔子地狱堡垒在那边，我看到了。好好。那我重进游戏。干嘛？我国赔了，我的弩跟那个镐子都跟我的镐根本没用到。好惨、啊！可是为什么可以烧成这么干净 啊？为什么？到底几百只啊？这边哎，居然都打不到他哎、欸！哦，好多只、欸，几百只，几百只！打猪不灵的装备会出大事。来了，我不要！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兔子救我！不要，不要！你在哪里呀、啊？等一下，我这里也不太行。我等你。你在哪？我 OK 了，我 OK 了，我 OK 了。对啦，对啦，对啦，我超要死我，要死我！射错人的小白母。哦、不是，兔子你 OK 吗？那外面在烧火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外面没有火，直到外面有火就烧进来了，然后就一路对。啊！好恐怖，好恐怖啊！怎么了？没有没有，白色的幽灵水母。我刚也是差点被烧死啊！不用啊，我没有想要开动作拿回来。我在没有，就躲起来了。动作拿回来，那我们真的开极限的意义就没了。哇！我觉得这里太多疑问了啦！你送堡垒在哪里啊？我们有没有办法？在我脚旁边，在我旁边摸过去。在你脚边啊！你脚边，我们怎么过去？不好，我头上有两只鬼。那到底要怎么打他？兔子，你要不要先找一个地方躲起来啊？我已经看到堡垒。是啊。我看到堡垒了啊！我可以偷偷摸摸过去了，我可以偷偷摸摸过去。等我，等我，给我一点思考。你们。有没有办法救援我啊？怎么救啊？你在哪？对啊，我们要怎么救你？好问题嘞！哎，可是我现在连武器都没了，我武器在骨头。有办法打得到伊欧伊吗？他好可怜哦，怎么办？嗯，这里会一直升。我会拿骨头跟他们决战的，我不管。我在铺安全道路了，等等，给我一首歌的时间。我要想办法找到你们呢。你在哪里？不知道，我在堡垒下面。躲起来吗？堡垒下，桥下。可是我不知道你们在堡垒。哇！我现在其实不太确定堡垒在哪里。丢脸骷髅啊！天哪，吓死我啊！你们不是找到堡垒吗？只有瑶啊，因为我刚刚不知道他去哪里了啊。你们怎么走散的、啊欸？兔子，嘿，你有看到靠，我刚看到兔子的 ID 了。等等，兔子，嗯。那是你吗？你现在朝着你的后方靠近。后方？你按 shift 啊？现在？没有啊，我没有按啊。你说这里吗？等一下哦。完了，这是猪仔。不要！可是有 ID 耶。等一下，我的是314跟446。314。其实我觉得你要看到堡垒，然后兔子没看到堡垒，那个人大概是谁就猜得到了。为什么这样摸得到我啊？我看到法师了。救命！你头上哦，没有，你头上有凋零骷髅。我要怎么救你？不知道哎。对啊，我要怎么救你？你给他一把铁剑啊！给他一把铁剑。
我剩下七个铁锭、啊，你要冲过去还是我冲过来？我过去。你要掉、欸、掉头了！掉头！我靠！太扯了吧？为什么？你又救了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们现在实在没有什么东西耶、欸，怎么办？而且我给我方块、欸，我的食物也快吃完了耶、欸，怎么办？知道，食物我是还好，但是我要永远感谢你。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，我只有七个铁锭哎，你看你要怎么用吧，我实在是没有什么办法。不是，我也没木材，其实铁锭给我也没用。你们哦有，我有很多木材。等一下，你们在堡垒里面的吗？没有，我们在外面。外面就是在旁边接到的法师，这个头先给你撑一下。怎么用啊？可是你們我有稿子，我应该有稿子。我就应急用就好了，不用弄那个了。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我其实身上也没什么东西耶、欸。我接近堡垒了，哎、欸，有，我到堡垒了，而且是安全道路。好，你说好像我们过不去，我们过不过去？我们等一下想办法。啊、不然你问观众让不让你们传送啊？就这么简单而已啊。给你一艘船。啊、你还有锭，对、啊，还有锭要，又讲错了，还有那个盾呢、啊。嗯，你先做个盾吧，盾比较重要。你应该做个盾，做个剑，可能就差不多了。可以了。你又救了我，我要永远感谢你。太可怕了啦！就第一个拿到凋零骷髅，太扯了啦！你怎么拿的、啊？打的第一次就掉了，笑死。鞋子哦，好吧，不是鞋子，我有了，鞋子无所谓了，这样就好了。我没有黄金的那个。来这边，不要遇到他们就好了。你们要走去哪、啊？哎、欸，我进到堡垒了。我们要想办法摸过去，在上面而已、啊。我们可以狂奔过去，然后我们尽量狂奔过去，然后把自己围起来，这样吗？对，没错。围去哪里啊？蜈蚣发现了我们。欸、等一下，蜈蚣，哎、欸，我听到他们声音很近哎、欸。哦，你们已经在堡垒上面了、哦。下面、啊，我一直在堡垒上面、啊。有点热闹。哦，我看到哦，有了兔子，我看你有看到那条路吗？有，但是他的墙的另一边有很多尼欧因。哎呦啊！哎、欸，他把我那个炸了！要死！撤退！你先退！我的安全路！你们赶快进来！你们赶快进来安全路啦！好。哪里呀、啊？这里！他在底下。加！过来！快过你的路啊！快！进来！为什么这里有一面墙？垃圾路啊！哎、欸，这么安全，什么垃圾路？你给我出去！原来是通道，原来是你开的，很棒吧？很安全哎、欸，你看，垃圾路，我，哎、欸，我真的穷到一个不行、欸。我刚一直坐在那里，结果你跟我说你坐在这里面。哎、欸，要不然你出去。傻眼欸，救了你一条命，还跟我这样讲话、喔？根本没救我，兔子救我两次，我要给他一个。你缺什么啊？你过来啦！我什么都缺啊。他什么东西都缺。等一下，快点！我们这时候要发挥同袍爱。那其实活着就好了。有，然后你身上有没有黄金？没有黄金，不用，不要遇到他们就好了。我们在堡垒不会遇到。那你要裤子吗？铁裤裤。好讨厌哦。好了，给你！嚯、哦！我们发挥同袍爱，有了，这样子你又回来了，走吧。不知道，可以分一下食物吗？我没有食物了。你没有食物了？平均，耶！棒，很好。知道怎么挖上去啊？瞧，我刚是想说垂直叠、啊，这样还不会看到外面呢、欸。哎呀，有鬼在看我！哦，我以为有头，不要再拿木材了，找死哦！骷髅不会想起来了？什么、啊？你、欸、那怎么往那边挖啊？等一下，我是垂直，然后我用梯子叠上去啦。哎、欸，兔子，你先下来一下，我把这个你挖好了。其实我没什么概念，它应该要往哪个方向？没有、啊，就垂直往上就好了。我打头阵得去，垂直往上就好啦。哎、欸，他们说兔子拿到两颗头、欸，哎，啊，真假啦？太扯了吧？没有啦，另外一个是木那个啦，煤炭啦。哦，可恶，只有一颗头啦。所以嘞，这个我们要挖破了吗？上去了吗？看你啊，你们都闹事。上面是空的哦，空的。上面是有鬼哦。好，走。哎、欸，怎么是这里啦？你问我又不是我盖的，什么状况啦？走啦，用走的。好啦，走啦，兔子来。有，超可怕的。他是猪布林还是僵尸猪人？冲啊！我們先进到看能不能进堡垒内部好了。哎、欸，塞里奥，前面好。我来，哎、欸，不要挡在我弹道上。好，好，有哭掉头，有掉吗？谢谢小姐。你可能要走过去看。哦，差点那个堡垒，很热闹。我觉得这里很汤哎、欸。我觉得地狱比以前难好多。对啊，怎么变那么难？
我们真的没有办法赶快躲起来吗？这边蝇蚁有够多。躲起来怎么躲？嗯，等等等等，对啊，有没有建筑物可以让我们躲一下的、啊？你要掉头了吗？我的啦，有没有头？没有。因为说我的武器全没了，真的是。好啦，赶快走就对了，你管武器。战力扣光了，我的妈妈。妈妈，等等，我对他们一点办法都没有哎、欸。可以啦，你说弓箭的部分吗？重点是现在烈焰神，烈焰神，我们要把烈焰神处理掉吧。冲锋，这里这里烧起来了，烤秃了、哦，有，处理掉，处理掉。好吃的兔子，下去。其他的不是主动怪就下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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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要打你，冲锋！救命啊！哦，小猪小猪小猪，前面有烈焰神是不是？很恐怖！哦耶 ，nice。所以你们冲进去了是吧？对啊，有烈焰神，三颗火球朝我飞过来。哎，对，你的钓竿好可怜。想到好了，进来了，进来了，安全了，安全了，要修啊！封起来吗？好好，先封，先封，先封，把它封起来。关门。哎，关门大吉。太可怕了。莫名其妙。谢谢你的观赏，还看得开心吗？喜欢的话记得给我一个 GP 哦，也欢迎按赞我的粉丝团，锁定我更多动态。我们下一部影片见喽，拜拜。